今仔的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是江聪恩的看守吼，嘛是伊上大的粉丝。当初因为我欣赏聪恩的伊的韧性、伊的认真、伊的努力，佮伊的责任感、佮伊的上进心，所以我选择聪恩做我的另外一半，要来陪伊走这条艰辛的路。江聪恩选择这条充满挑战的路，我知道很难。他要为新宜兰去打拼，肩上的责任很重。然而，悲情不能跨越障碍，眼泪也不能解决问题。你曾经告诉孩子不要怕，爸爸没有做错事。现在我跟孩子要告诉你，我们不会害怕，因为敢于承担，坦然面对一切，对所有的争议你能一条一条说清楚讲明白的你，已经是我跟孩子心中最佳的典范。面对，谢谢。加油！面对对手无情的抹黑跟污蔑，虽然我心中非常的不舍，非常的心疼，可是我不会哭，我们会更加勇敢，更加坚强，因为你是我跟孩子心中的骄傲，我们以你为荣，所以我们会更加坚定的支持聪恩走这条路，我们会支持他走下去。为宜兰打拼是一件，谢谢。为宜兰打拼是一件有希望、快乐的事情，所以以后我跟家人也会用积极乐观的方式去面对我们未来的道路。不好意思，最后这几天，我要拜托所有的宜兰乡亲，还有所有的爸爸妈妈，一起为宜兰站出来。我们要投的不只是江聪恩，我们要投的是宜兰这块土地的未来，是我们所有宜兰孩子要在这里成长的土地。我们要教孩子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所以我要拜托大家为孩子投下这一票，拜托。